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ir， 又带我妹来打开店。这么多人，盘内肯定很精彩啊！皮卡丘跟暴击文，看看这次能不能发挥妹妹之力啊！右边中草亮晶晶，草喷双四星，看来又是卡了很多四星啊！另一只也把它投下来吧。哦，居然还有帕路奇亚。五一配可能有交换机会。派出固拉多跟胡帕，那最近呢，好像一直看到这两只登场，这两只真的太好用了。固拉多应该可以一波带走啊。结果拉鲁拉斯残血，胡帕赚到反击机会，搞定。来看看这只皮神要不要跟我们回家。哇，彩球彩错边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抓到了。哎呀，可惜呀。果然有交换啊，里面有三张五星，肯定要换一下啊。希望可以遇到诚实大叔啊。水哦，开机第一场就换到五星，妹妹之力完全展现啊。刚好遇到缺暴击文的保友，就跟他换我们缺的蒂亚卢卡，刚好又可以开心图鉴了，太幸运了。接着妹妹的第二场，哦，大图帕路奇亚，看能不能一起带回家。中间大草亮晶晶，各位观众，没有喷啊，三星沙奈朵，来了，本蛋第一次遇到帕路奇亚。派出露奈亚拉跟插入，月神真的很好用啊！建议新手可以先入手这弹复刻的金卡。
差一点直接带走啊！插入补个刀。哇，打双倍多多兵失误啊！来看看帕路奇亚会不会跟我们回家？超级难下的超级球啊！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又是摇三下爆开啊，真可惜。放生双倍多多兵，好的，轮到我了，只求遇到就好啊！哇，结果都在小图。没遇到五星，直接来看补货。一样是超级难下的超级球啊！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两只都抓到了。那就把四星火爆兽投下来，再开个图鉴。哦，结果跑出交换机会。刚刚我们已经有遇到诚实大叔了，感觉这位可能是诈骗大叔的几率很高啊，还是给他骗一下。真的是诈骗大叔啊！今天的抽奖奖品是由保友冠志赞助，这次来抽五星金卡闪电鸟。帮我订阅频道，影片按赞分享，在下方任意留言，我们抽一位。第二场至少要遇到一下吧，尴尬又没大图。至少有遇到皮神啊，派出奇拉蒂娜跟胡帕，不怕先来个加三五，打半条多哎，其他蒂娜应该不用开 W 招了。
搞定。来看看能不能抓到皮卡丘。又是超级球，今天跟超级球超级有缘呢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今天的球都给人很多希望哎，一定要咬到三下才肯爆开啊！又有交换机会，再给他骗一下。一星换三星，应该也算赚吧。遇不到诚实大叔啊，不过今天至少有靠妹妹之力下了一张五星，没有空手而归啊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Ciao。